你来了。我还以为你手电筒找不到了呢。之前是找不到的，最近找回来了。哦，我就试一下，没想到你也没睡，还记得有的。本来我就睡着了，被你晃醒。我也是有事，所以想找你问一下。你怎么了？听说你们最近在填志愿。听谁说？你报了什么学校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问问，你要是不想说，也没关系。我想去北京，但是如果去北京，就要离开麻洋街，就要离开大家。我也去北京。